由台东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主办的在过渡中停留艺术家驻村创展的活动圆满成功。今年度驻村的三位艺术家带着截然不同的创作专长来到台东，和民众一起来享受艺术的内涵。由台东县政府原民处主办的在过渡中停留艺术家驻村创作展圆满成功。本年度驻村的三位艺术家带着截然不同的创作专长来到台东。这也是文创聚落，那这也是第一次我们台东县政府原民处主办自己主办这个艺术家的展览活动。那这次是以申请的方式网络上公告，然后今年有三位艺术家投件，分别是赖金池、刘建清跟吴瑜萱小姐。有艺术家尝试运用生活中垂手可得的物品，让在不同的空间坐标中产生靠近疏离的关系，也有艺术家运用擅长的支线当中转化成或立体或平面的意识创作，还有艺术家与儿子在阿美族语的河边教室生活学习，真正认识了不同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的连结与独特。记者陈如台东报道。